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两个值。我们看第一小题，第一小题的话哈，带公式啊，我这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加到 n 的话，有一个公式是二分之 n 乘以 n 加一嘛，是三乘以 n 加一是四，七，所以是91啊。第一小题91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好，一的平方、二的平方一直加到 n 的平方哈。有个公式嘛，六分之 n， 啊乘以 n 加一 ，n 多少是13 n 加一是4，再乘以2 n 加一，好，二 n 的话是26，26加一是27，那个是27是4嘛，23得6，313 39 27，这是13乘以7乘以9，是3乘以7乘以9。819，好像不太对，是3乘以7，39 27嘛，是3乘以7乘以9，819，哦，我这个写错了，这个是到达17的平方了，我这里弄错了。所以这个哈，这个应该是多少呢？哦，我这里给它抄错了，二分之 n， 啊乘以 n 加一，啊再乘以多少？二 n 加一，二 n 是34嘛，这是35，这不是二啊，六分之 n 加一乘以，再乘以二 n 加一啊，哦，这35了，二 n 的话是34嘛，加一是35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616638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重算啊，是七乘以三，再乘以多少呢？35，1785，这等于1785，哦，这样就对了，哦，1785，哦，这个应该加到17了。我刚刚的话看到这里来了，所以答案的话呢，第二小题是1785。